B.S. 呢只歌咧系讲一啲缺陷美嘅，其实 B.S. 咧就系代表 bittersweet 啦，但系其实 B.S. 呢个字亦都系 bullshit 咁解噶嘛，可唔可以出街噶？即系呢首歌系讲一啲无论你有几恨啊，你好想得到嘅嘢，你几珍惜都好咧，其实喺你成长嘅过程入面，你都一定要面对有啲嘢你系点样都得唔到嘅。所以呢只歌就是讲你怎样去看呢件事，即可能你会很伤心，你会很不舍得，但是其实你如果将它转换成一个缺陷美，都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咯。编曲咧系一首都几 sweet 的歌嚟嘅，我自己觉得。咁但系啲歌词咧其实是 sad 嘅，就是因为我一路做歌，我都系会想去俾人一种安慰，好过你下下都好 sad 好 sad 好 sad 咁样。今次B.S. 呢首歌的 MV 咧，個主角是冇我份的，一男一女那段感情得不到，但是他哋點樣轉化為一種雖然一齊不到，但是都有對方在心入面的感受咯。咁我的角色咧就純粹是在後面支持下佢哋，去看看有啲咩可能我想到有啲感受啊，咁樣擺埋落個畫面嗰度啊。平時做歌的 process 就是首先即可能真的有的話靈感到那些，就是你突然間想到一句旋律，然後就立刻拿個電話錄起它，然後很多很不完整的這些碎片呢，就有一天回 studio 坐下整理好它，就誕生了一首歌。我現在的生活就是音樂咯，由一開頭可能音樂是一個興趣，然後就慢慢變到一份工作，然后再变到已经是每日都会做的事。即其实成日说 work life balance 这样东西，我觉得是即在我身上真的没什么。做音乐难不难这样东西，如果为钱的都挺难的。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去帮人家做音乐做 show 去赚那个钱，然后摆放到自己的歌那里。作為一個獨立音樂人咧，諗就係嚿錢，預期擺喺邊度邊度，即係我哋食咗佢啊，或者搭的士啊，不如攞咗去做歌咯，即係都會成日想慳翻啲錢嚟擺喺首歌入面，慳得一蚊得一蚊咁樣咯。如果你係為滿足感嘅，就要睇下即係音樂帶俾你嘅滿足感係乜嘢咯。咁如果貨我嘅，其實有時真係幫到人，就算好簡單，有啲朋友話：哇，我 OT 完一日好頹，跟住聽完你首歌之後，開心翻。或者 OT 緊嘅時候陪佢哋，咁我已經覺得係好有滿足感咯。我叫鐘楚喬，香港土生土長，700,000個故仔，成就一個香港故仔。